一对拿出来卖掉。你是假的。够啊！哦，够啊！够啊！够啊！那不靠啊啦，因为靠你出家都靠啊。你别放屁了。哎嘞，小姐，你不要喝酒了，我喝的。我帮你熬盐了喂。你等帮我切切吧。无咧切啦，无咧切锅台，锅锅台哦。来来。阿妈。哎，我拿几块啦？美女。几块啊？拜拜拜拜。度的话，好，度到800-700就好了。怎么样？一包10片，多少钱？Yeah.
指向麦克风可以拿下来。头像要整无啦？我啊，你早来过好无？好。我无买鱼啊啦，鱼啊拢无买。我买，我明。你拢还袂报着着啊啦？这么厉害？你卖三位五百啦，这么厉害？八百零八百块。鱼啊，三只五百块加一千八百，七百啦。好不？拿过来了。大战，大战什么？超级战的差不多了啊。
霸占的差不多了。哦，对啊，今天早上算是人潮算快速。嗯，现在才几点？9:30。40块拿给我清洁费。还这么多人在看。隔壁条啊！我哋公仔鸡啊，尔隔壁条嘛，隔壁个隔壁，对啦。哎，啥物鱼啊？鱼啊？三百三。啊，那个你不有多少？啊，四百多少？不能包。你看多少钱？你会不会做？三四嘛，一个。你讲鱼了？两包。
可以走，准备下班了。嘉义场比较旺盛，只要路天气变冷，然后不下雨的话，哪一个场子都算旺。昨天大园没有旺起来，就是因为下雨。要不然以昨天的天气来讲，大园应该会有很多人。那只要下雨的话，通常会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不会出现。
天第一场摆客人没很多哦。我刚开始来这边拍的时候还可以坐火车下来，也就是以前这边的话，记得我这边刚开始拍的话，我八点到嘉义火车站，然后坐计程车过来，坐计程车过来，驾到好大概九点开始，然后跟信宏也一样站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聊天聊一个多小时，十点左右才有客人，然后卖到十二点。然后随着那个客人越来越早，有一次我一样坐火车下来，然后到家，然后坐计程车过来，然后计程车过来之后呢，走过来的时候，信宏阿弟来说马上毁掉了，真的没有货了，剩没多少货。从那次之后，我就开始开车下来，因为越来越早啊，十点、九点、八点、七点、六点，我今天六点来的时候。客人这边已经在哪在等，所以我是从十点开始，九点、八点、七点、六点，现在六点。信宏还没当兵，他当兵那几个月，明天土城天气没问题，跟我讲没有用，卖不卖是他们，不是我。他们如果发现雨不好哦，或者太贵补不起来，可能明天也休息。因为他今天没补多少鱼，看就知道了。